三强逆风对决。希望不要是个气球啊！是气球，这波非常难防，可以说是防不住。哎呀，我丢！我操，屠夫球完了！一下子还有两费啊，这采集器的费用还浪费了，我操，气死了呀。关键他还带了鬼木，奶豆子还能被他给解掉。忙起来，这都是细节。